我给你写公积金，等一下。你是不是在学校打架了？身上的衣服怎么那么脏？妈妈，我。 你怎么会有私房钱？你去哪里偷的？啊？难道你忘了妈妈是怎么教你的吗？妈妈，我没有偷钱。这钱不是偷的，那你哪来那么多钱？这是我捡瓶子赚的钱。过几天就是妈妈的生日了，我想给妈妈买生日礼物。